你们睡袋需要几个？不知道，帮你问。你们需要在我睡袋我们下面比较需要，其实。那上面其实不需要，在室内啊。学生屁旅博御寒，厕所行动电源仍缺。鸡排妹妹今天不卖底裤，穿着正常送来睡袋支援。辛苦你们了，谢谢。热腾腾的卤肉饭，这边卤肉饭来自己拿。昨凌晨14度低温又下着大雨，让场外守夜的抗议民众只好搭起帐篷，甚至生起火御寒。还有露宿街头的学生，靠这样取暖。脖子啊，这个脖子是那边的花的，有花的。哦，那这样真的会比较暖吗？有啊，热啊。场内的学生也累瘫，睡成一团，有的用窗帘当棉被。事实上，这场大型的学运活动，除了辛苦的学生，还有迅速成军的志工团，分为后勤、纠察、医疗、清洁等四大组别，作为学生的强大后援。物资站指出，现有行动厕所数量已无法满足现有参加人数。目前物资以食物、水果、台北市专用垃圾袋、行动电源较缺乏。动新闻台北报道。